有老花眼的朋友今天有福了，我们厂推出新研发的负离子用老花镜，出门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老花镜了。这款老花镜采用自动调焦镜片，办公戴上它，文件上蚂蚁般的小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穿针引线一步到位，版型设计也是简约时尚。更神奇的是，这款老花镜还能防蓝光，防磨耐刮，久戴也不会头晕。给你当老婆都行，如果我手上的这款眼镜戴出来没有1000块的效果，你找我就行。白天可以戴，晚上可以戴，开车、钓鱼、遛弯、打麻将、骑摩托，你都可以看清楚的。考虑到50岁以上老年人的用眼习惯，老年人戴上它不仅可以看书、看手机，同时也可以戴着开车或者走路。为发明这副老花镜的人点赞。一副小小的老花镜竟然有这么多的门道，先看整体效果，简约镜腿更显气质与魅力。我们这副超轻老花镜专为中老年人设计，因为新升级远近两用，不挑脸型不挑年龄，男女同款。镜片采用防蓝光设计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，开车走路舒适佩戴不用摘，无论你是在户内还是户外都赋予你高清视野。现在咱们是厂家直销，全部是原厂原标，喜欢的朋友点击下方详情查看，赶紧点击屏幕下方购买吧。